我们这个万里长城来这个表演，大家分享。那么希望呢，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影片呢，马上过来，我们有做到3月1号也跟这个有市场表演，然后呢可以跟他们合影，来这里还有特别会看呢，你要分享打卡就可以免费穿西服，像我当这个皇帝服、格格舞、包公舞，让你心想事成。除了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建宁老街。 就是做电视台的这个拍片的地方，非常的好看。这是一个美式指导老师专门来这一个拍电视电影的老街哈，那我们历经10年的打造，还有打造一个万里长城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人性化。希望呢大家有空全家可以到这边来旅游，可以寓教于乐，不但可以旅游以外呢，还可以。 增加我们的知识，哦，让小朋友怎么叫做万里长城？看一看哈，还是非常的棒。从这边上去呢，有美人关、英雄关、山海关、烽火台、函谷关，还有台湾长城各地方的关口五大关口，非常的漂亮。希望呢大家借用这个时间，3天连假这边来玩以外，隔壁呢又有碧云寺、观石岭温泉，世界最有名的。 十五大街景目没到，都在附近十几分钟哦。这个3天2夜2天1夜，可以到这边来玩。南二周遭呢，就比较西腊雅国家风景区啦，阿里山、从事变脸是学了10年，它基本的变脸是比较好上的，最重要是当然最后一个回脸，回脸的上去这个困难度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简单的李小龙，那你还没有去的话，跟民众有互动。 那互动的时候会不会到让你觉得很紧张，还是不会呢？因为已经算是10年的经验，算是蛮熟能生巧。反正是互动是对自己的一些乐趣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那为什么会想在变脸之中再加入魔术的一些？这样子会比较有一些新奇，没特色，还有区隔。 台湾万里长城，牛年行大运，赞！台湾万里长城，牛年行大运，赞！